为了提升传统市场买气，吉安商工所推出了消费集点换券购的活动。民众只要在仁里、庆丰和北昌市场消费100块钱，可以获得一点；集满5点可以换100元的购物券。活动到11月15号，吉安市长游淑珍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传统市场来购物，可以买到优质的产品，又可以赚好康。婆婆妈妈们拿着集点卡，开心的在市场内挑选今天要料理的新鲜食材，买越多越开心，因为可以集点换购物券。这是吉安商工所为了提升传统市场买气所推出的消费集点换券购活动。今天非常开心来这里消费集点购，只要买100块就可以换一点，5点就换100哦。所以呢，越买越多，集越多点呢，打折就越多。来到了吉安传统公有市场，有好康哦，大家一起来。在吉安的公有市场有庆丰市场、仁里市场、北昌市场，欢迎大家，好久没有来逛逛传统市场了。我们有想不到的这个农作，还有呢很多的手工艺的物产，我们希望呢大家一起来逛一逛，探索不一样的传统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快乐跟幸福。即日起到11月15号，在吉安乡公有的仁里市场、庆丰市场和北昌市场，民众只要消费满100元就可以集一张贴纸，集满5张可以换100块钱购物券，买越多换越多。民众都十分认同这一项活动。最近呢、是各个公有市场的生意都不是非常好，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呢，乡公所想出这种好点子哈，可以促进了大家购买欲望。因为大家现在好收入都比较少一点，物价也升高啊，所以呢，有这个活动的话，能够促进了整个市场的活络，提高大家购买欲望。乡公所推这个活动，对你有帮忙？有，当然有。因为促销买气，现在夸张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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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手吧，我还好，好了哈，七十，可以，大家满意啦。吉安乡长游淑珍鼓励大家多前来传统市场消费购物，不只可以买到优质的产品，还可以赚好康。谢吕慧吉安乡报道。